我收藏了，不行啊！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，你怎么能收藏呢？花多少钱我给呀？花多少钱呢？2000，2000，我出2000，我给2000，我3000，我4000，我5000，成交。给范厨师装上。你喊的5000，我落的锤，成交。没有，不对啊，你记错了啊。这怎么喊的？我听是范厨师喊的。什么什么呀？不是，师傅喊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乱了。这样啊，谁喊的不要紧啊。你看咱们捋一捋，有点乱啊。谁先喊的？我先喊的。你喊多少？我2000。我2500。我3000。3500。4000。4500。5000。你看看。清楚了，有点乱。你再算算，不是你谁也别说话，我自己算啊，我自己捋啊，你就自己乱了，你别说话，别说啊，2000，2500，3000，3500，4000，4500，5000，对呀，哎呀，我记错了，是你喊的，不对，我说这不对，大哥，啊，我喊完4000。你直接喊的5000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？这样啊，乱了啊！既然咱哥俩呢，你同意收藏啊，是吧？啊，咱们重喊一次，是不是？好，听明白这5000到底是谁喊的？好。那个起价多少？2000，我2000，成交。这回不乱了。哦，你不往上叫了？对，我怕喊乱了。这回是你喊的。哦，那行，别动啊，别动，这轮椅是我的了啊，别动，我给钱啊，2000。先你说，老弟，按理来说不应该要钱，你别说了，你要面子，别说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要面子，别说了，不应该管人要，但是不给又不是你性格，给你我就上当了。那我跟你说，压根儿啊，刚开始我就没想到，不是，该抢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没想管你们，别装了，啊，从你一进屋，你分别用了苦肉计、欲擒故纵计、师徒配合砸车计、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，我指定你，当即就送你一计，走为上计，不送。失败了，知道因为啥失败吗？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，看上兵法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干啥玩意儿？跪哪去了？我在这儿呢。干啥你俩？干啥呀？师傅，太对不起了，你这忽悠智商太低了。跟你也学不着啥玩意儿，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。哎呀，师傅在下，受徒儿一拜。哎呀妈呀，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。哎呀，师傅，请收下我们吧。哎，孩子们。呼海无涯回头是岸，学好就好啊，过年了给你们包红包去啊，包红包啊。哎，悲哀。哎，的确悲哀呀。哎，这钱你俩能要吗？上月我没给你俩发工资吗？悲哀。来吧，一人一个，拿好啊，拿好。悲哀呀。谢师傅。哎呀，师傅，拿下！反间计！哎呀，防不胜防啊！可是大忽悠，我不服你。
怎么着？你忽悠来忽悠去，我坐的不还是轮椅吗？你想要啥？你的承诺？什么承诺？你的单价你自己开发。哎呦，哎。这就是为你定做的，如果短还可以加长。哎，哎呀，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，多亏我技高一筹，打开红包。啊？过年了，送你一副对联儿，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，吃一堑长一智现行。给你补个横批吧，自学成才。State your name, please. Jared Slater. Trevor Anthony. Keisha Washington. Peter Orman.掌声，我的心跳也越发的快速了。为什么？我特别激动，因为今天的节目会非常好看。相信我。每期节目都好看，怎么就今天那么激动？不是，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汇集了东西南北的各路孝星，既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钱版的表演，还有大家喜闻乐见的很多相声、小品等等等等，可以说能给大家一个小时满打满算的快乐体验。一起来欣赏由刘伟、赵伟洲为我们带来的相声《现熬》。我呢？哎呀！爹地，我可找着你了。爹地找我？错不了，都是你呀。啊，你找我？找你呀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儿子呀。太喜欢你了啊！你儿子喜欢我，他要跟你拜把兄弟呀、啊！我孙子找你啊，他想跟你磕头啊！啊，这个人你咋说话？你怎么说话呀、啊？我我儿子真是要找你，他找我干嘛呀？我儿子说了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搞开发哦，要找一个代言人给我们村那个产品做代言。哎，就是你们村里有产品，这个让我做代言人。代言人，这是个好事啊。对呀，哎，这这么多演员都不找，干嘛单找我呢？我儿子说了啊，那些个明星大腕要钱太狠了，哦，给不起呀、啊，找个便宜货都看上你了。你出去，你现在就走，走。不是，我不给你代言，问你，甭说了，甭说了啊！我不是便宜货，你我也不给你代言，说真心话啊！便宜货，你两个亿我们是给不起，都给代言人1000万人民币，找个便宜货，你不干就算了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你说话太难听了，什么叫便宜货呀？我不是便宜货，不过这个忙啊，我可以帮。咱可说好了啊，我们这个农村人可是直来直去啊，你愿意当这个便宜货你就干，不愿意当咱都算。
现在还按葫芦扣子儿，你什么时候钱就过来，你就甭说别的了啊。那个一千万你什么时候给我啊？这一千万啊，先上500万的税。上500万的税，哎，500万，500万的税，500万，这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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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你们是什么产品让我代言呢？啊，临出来之前呢，我跟我儿子说的。啊，我说儿子啊，你别答应了。我跟你们俩这聊天呢。哦，你们俩聊天呢。我说儿子啊，又答应了。那太有劲了。不，我说儿子，咱们村这么多产品。你到底让他代言啥？你说话，你说话呀！你咋都操！我儿子一言不发。我听到啥就哎，我把你打我！靠，这他妈最清楚的那个驾驶舱的特写了。看到没？哇塞！里面的人呐、面罩还有颜色，衣服还有颜色。我们村这个宝贝太值钱。整个是反光的。这是世界上最清楚的驾驶舱特写。要值钱的话，你们村里有煤矿石油，这个现在是最值钱。煤矿石油那叫宝贝，就比煤矿石油还值钱，比煤矿石油值钱多了，那就是钻石。哎，钻石啊，那值钱的。钻石这个东西，我从来不见过，没见过。钻石值钱呢。这宝贝带来了，在我拿出这宝贝之前，给我鼓掌。啊，咱们开个眼啊！厉害了，咱们村的宝贝。